先点这个，点开。那之后呢？这边到相机了。相机按这个。按这个。它就开始。那这边到这边。这边按这里。有看到吗？也没有，你没有录到。这边，按这里，按一下，它就会去 WiFi 那边。WiFi 那边呢，就找一个叫Nikon 这个。P900这个，按一下，它就会连了、哦。连得到之后呢，就回去那个 APP， APP 这边，好，那已经连到了，查看照片在这里，允许，那相机上面的照片按这里，就它会跑，那按一下。这只是档案啊，因为我们没有照片，所以没有档，没有照片可以看。好，那回去前面的话，有档案的话就按那一个。对。那一个，然后。那如果这边还可以遥控摄影，就是可以透过它去遥控相机拍照。对，它就会看到相机画面。对，那点了这边就拍照。哦，这样。对，好，结束。好，结束了。刚才你说